胆小鬼，让我来好好招待你们。嘿嘿，靠近点，来送死吧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力量。来我这里蛟龙，让我们一起消灭这些入侵者。蛟龙，不与我逆他们的能量耗。不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就算联手，我们还是失败。在煞沉眠了这么多年之后，你竟然让他苏醒了。如果你真的想挽救你们族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造成的灾难，你必须在我们的学院这里证明自己的能耐。首先，你要迎战我们的学徒。若想保护同胞不受煞的威胁，你还有很多要学的。退下，让你的同学过去。学徒，若想保护同胞不受煞的威胁，你还有很多要学的。退下，让你的同学徒。若想保护同胞不受，你打赢了我资历最浅的徒弟，现在你要面对我最资深的两个徒弟。飞雪，香莲，上前！你打赢了我最自豪的徒弟，也许你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：真正的武士，以拳才能交心。过来，让咱们交个朋友。就让我们见识一下。熟练兵器不过是一个人武学技巧的外在展现，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精神的力量。先找到目标。
仇恨之煞，已逃离我的身体，以及僧院。我必须感谢你，陌生人，影潘欠你一次。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白虎守护你。